大家早安。校长早。好，非常欢迎，也更感谢各位同学今天可以来带我们的同学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科学的一些游戏科学的概念哈。我想这个部分要靠你们来带领他们，因为味道哈，这个是我们中部名闻遐迩的一所名校哈。啊，你们的程度当然都是大家所要追求的啦。啊，这个是你们的表现，应该是我们同学的一个标杆，一个楷模。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那刚才我们两位达人在帮我们做这个环境解说的时候，今天他们好像比较紧张了一点嘛，比较像我们那个男生那个吴安嘉欣，他是应该算是唱作俱佳的，但是今天看他好像是非常的呆板，非常的呆板哈。那我们这个慧姐本来是很活泼的，今天看到大哥哥大姐姐，我真的有一点吓到了哈。那非常非常欢迎各位。那我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说，你们是大手来牵我们的小手，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也这样子的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也期待是不是将来还有机会继续这样下去哈，让各位的很好很好的学习的楷模跟典范带给我们孩子，带给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一进到味道里面去，一进就是二三十个、三四十个哦，这是我们的目标了哈。啊，非常谢谢，更感谢各位，谢谢，感谢。